是唐念生师傅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国家大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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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嗯，反正有什么事情尽量跟我们说，我们这全力配合的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次郭老先生的后事是由我全权处理。嗯嗯，郭老先生生前有交代，他要用传统的套餐礼方式来处理，那你们谁要来做？都 OK， 都 OK。有什么我们就是全力配合，对，全力配合，全力配合，对啊，圆满就好，圆满就好。套三礼仪式，请戴斗笠。把手摊开，长生，寿衣与礼穿五层。请稍后一下，静等一下，静等一下。来，你，这个你来吧。怎么会是我来？今天是要大哥来做，你都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把你从小的时候想摆的这比较适合。两位，郭老有交代。你们两个其中一个都可以。对啊，你看就你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是啊、再说你不过了，我你跟在吗？你去不去？你大概是我大哥，我是大哥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你了，上去。等一下。我爸很随性的，师傅你代劳一下好不好？师傅，你来代劳好不好？对，你帮我代劳一下。没错，交给你，交给你，因为你专业的，你有经验，你来。麻烦了，麻烦了。王先生是吧？请。麻烦了，麻烦了，麻烦。谢谢，谢谢。寿衣与礼穿五层，